你怎么样？要不要给你叫医生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医生说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所以别打扰他们了。我想喝水，喝水。来。我没有力气。我浑身没有力气，我擦，我以为陆总只是摔了脑袋，没想到手也动不了了。那过几天会不会腿也动不了了？有可能哎，要是我真的动不了了，会不会养我一辈子啊？别闹了，不拆穿你还演上瘾了。我有些累了，先回去了。好，我不闹了。如果你累的话，在这边休息好不好？